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基本上都是定国安邦的一代雄主，如秦始皇、刘邦、隋文帝、唐太宗、宋太祖、明太祖、清太祖。偏偏结束三国乱世的晋朝，他的开国皇帝司马炎和别的大一统王朝的开国皇帝相比简直弱爆了。就算不是大一统王朝的宋朝，开国之君宋太祖赵匡胤也比司马炎强得多。且不说开国之君司马炎即使是晋朝，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感也是极其薄弱的。这个结束了三国长达70年乱世的王朝怎么了？晋武帝司马炎又怎么了？司马炎字安世，是晋文王司马昭的长子。本来晋朝的开国皇帝应该是司马昭，可惜由于种种原因，司马昭没有当上皇帝，倒是让司马炎捡了个便宜。司马昭立曹奂为帝之后，曹奂也很识趣地封司马昭为晋王，加九锡，同时册封司马昭的长子司马炎为晋国太子。司马昭在做好了当皇帝的一切准备后，中风去世，司马炎继任晋王，随即逼曹奂禅位于他。曹魏政权宣告灭亡，晋朝成立，史称西晋。司马炎为人宽厚，说他是历史上最仁厚的皇帝不为过。在对待曹奂退位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来，司马炎封曹奂为陈留王，10亿万户，奉魏国为正朔，可以使用天子的仪仗，上表不用称臣，受诏不用跪拜。实话实说，曹奂算是所有退位皇帝中待遇最好的，也是命最好的。不像南朝宋齐梁陈，篡位后的新皇帝等不了一个月就会迫不及待地杀掉已经退位的皇帝。司马炎没有派人暗杀陈留王曹奂，而是让他活得好好的。曹奂退位之后又活了30多年，40、58岁。继续说回司马炎，司马炎当皇帝后错误总结曹魏灭亡的教训。司马炎一口气封了28个王爷，这些王爷全都是司马炎的族人。司马炎给了这些王爷非常大的权力，还允许藩王拥有军队，这就为后来的八王之乱、五胡乱华埋下了祸根。司马炎当政早期确实有点明君的样子，勤政爱民，勤俭节约，鼓励生产，减免徭役，劝课农桑。一次太医献给他一件华丽的衣服，司马炎当众烧掉，说现在国家刚刚安定下来，百废待兴，他作为皇帝应该带头节俭，怎么能穿这种奢华的衣服。司马炎在位期间一直住的是曹魏时期的旧宫室，他从没大兴土木，给自己兴建宫殿，这一点后世评价颇高。司马炎即位以后，经过10多年的励精图治，创造了太康之治，社会经济发展较快，文化也兴盛，出现了太康文学，文人辈出，西晋的人口也快速增长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四海升平，这是整个晋朝的巅峰时期。不过这个太康之治并没有多牛逼，和文景之治、贞观之治完全没法比。类似于一直考10几分的学生突然人品爆发，考了60多分。有三国这样的乱世垫着，晋武帝做出一点小小的成绩也被吹嘘为太康之治。公元280年，西晋伐吴大获成功，晋武帝遣6路大军水陆并进，进攻东吴。东吴军队溃不成军，一败涂地，末帝孙皓被迫出城投降，东吴灭亡，三国鼎立的局面宣告结束。司马炎得意洋洋地问大臣，我可以和汉朝哪位皇帝一较高下？他本意是希望大家夸夸他，像汉武帝、汉景帝或汉文帝那样的皇帝。结果司隶校尉刘毅说，汉灵帝和汉桓帝。众所周知，灵帝和桓帝是东汉有名的昏君。司马炎一听刘毅这么说，面子上挂不住，就问，我那么差劲吗？刘毅说，灵帝和桓帝卖官得钱都归于宫中，你卖官得钱都归自己，你甚至还不如灵帝和桓帝。晋武帝讪讪而笑说，我有你这样敢于直谏的臣子，我应该强于灵帝和桓帝，算是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。晋武帝也没有秋后算账，去处罚刘毅。诸葛敬和晋武帝是从小就相识的朋友，但是诸葛敬的父亲诸葛诞却被晋武帝的父亲司马昭所杀，诸葛敬也逃到吴国。西晋灭吴之后，诸葛敬跟着东吴旧臣一起被安置在洛阳。诸葛敬有个姐姐嫁给了司马家族的一位王爷，于是诸葛敬就住在姐夫家里。晋武帝得知后想和诸葛敬叙叙旧，诸葛敬知晋武帝来，逃到厕所里，但晋武帝追去与他相见，并说，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交情吗？诸葛敬流泪涕泣，我没能做到往身上涂漆，把脸上的皮刮下来，又见到圣人您的面容，我实在是又愧又恨。诸葛敬的话借用了欲让复仇的典故，潜台词是，
和我有杀父之仇的仇人在我眼前，我却没能力报仇，我真的恨自己没出息。当着皇帝的面说自己没能杀了皇帝给先父报仇，这是非常不要命的言语。不过司马炎并没有为难他。晋武帝想任命诸葛瑾为侍中，诸葛瑾坚决不肯接受。后来回到老家，终生背对着朝廷的方向坐着，以示不侍晋。有一次晋武帝宴请东吴末帝孙皓，指着孙皓的座位说，我在洛阳设置这个座位等你很久了。孙皓回敬说，臣在南方也设了这样一个座位等待陛下。孙皓作为阶下囚，却说出这样大不敬的话，陪同的大臣都替孙皓捏了把汗。不过晋武帝不以为意，一笑而过。还有一次晋武帝跟孙皓喝酒，酒酣耳热之际，晋武帝想涮一把孙皓，于是跟孙皓说，听说你们吴国的人都会唱尔如歌，要不你给我来一首吧。孙皓想了一会儿说，昔与汝为邻，今与汝为臣，上汝一杯酒，祝汝万寿春。晋武帝一听后悔的不行。孙皓用汝这个词称呼晋武帝都是非常轻蔑的称呼，按道理他应该称晋武帝为君。晋武帝自讨没趣，不过他也没跟孙皓计较。多说一句，这个孙皓作为亡国之君来到西晋，一直很嘴贱，如果晋武帝跟他计较，孙皓早就死八百回了。东吴灭亡之后，三国归晋，天下一统，晋武帝志得意满，各方面都开始懈怠了，没了刚登基时的那份雄心壮志，他的生活也变得奢侈起来。当时很多官员炫富豆腐，晋武帝不仅没有制止处罚他们，反而纵容支持炫富和豆腐的官员。晋武帝的舅舅王凯特别富有，家里有无数的金银珠宝，他公开和另一个大富豪石崇斗富。晋武帝为了帮助王凯斗赢石崇，送了一根非常珍惜的玉珊瑚给王凯。一次王凯宴请石崇等人，宴席上拿去晋武帝送的那根玉珊瑚显摆，石崇不屑一顾，用玉如意当场将珊瑚击得粉碎。王凯大吃一惊，质问石崇要干什么。石崇说，没事，我家里有很多这样的玉珊瑚。他命人把家里的玉珊瑚全部拿过来，让王凯自己随便挑一根当做赔偿。王凯望着那些光彩夺目的玉珊瑚，怅然若失。晋武帝晚年后宫妃子众多，将近万人，这么多嫔妃，晋武帝不知道该翻谁的牌子，于是他改着洋车在宫院晃荡，羊在谁的门口停下了他就临幸谁。为了讨得晋武帝的宠幸，有嫔妃把盐水洒在竹枝上，然后插在门口以吸引羊过来吃。这样一个荒淫的皇帝自然不会认真处理政务，于是朝政荒芜。有个叫何曾的大臣多次陪晋武帝宴饮，他目睹了朝廷的各种怪现状，甚至预言西晋不久将亡。何曾跟儿孙们聊天时说，西晋的天下怕是到晋武帝一人而已，不久将会天下大乱。他指着儿子们说，你们应该可以安然无恙，又指着孙子们说，你们怕是会遭殃啊。很不幸让何曾说中了。晋武帝死后，他的傻儿子司马衷即位，就是何不食肉糜那位。这么傻的人待在皇位上，自然引起多方觊觎。先是皇后和司马家的王爷死，然后是司马家的几位王爷互死，然后天下大乱，西晋灭亡。当初立司马衷为太子时，很多人就有不同意见，觉得司马衷不是合格的接班人。群臣最中意的是司马炎的弟弟齐王司马攸，希望司马炎可以把地位传给司马攸。司马攸在当时颇有贤名，可是司马攸已经过继给了晋景王司马师。另外司马炎很喜爱司马衷的儿子司马昱，希望通过司马衷传位于司马昱。出于私心，司马炎终究还是选定了司马衷作为接班人，这个决定直接导致后来一系列灾难。西晋在历史上只存在了50年，如果抛去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，西晋真正的安稳日子不到30年。虽然不能将全部责任怪到司马炎头上，毕竟西晋德国不正，先天不足，但是司马炎应该负有重要责任。这个历史上最仁厚的皇帝，这个终结了乱世三国统一了华夏的皇帝，一手创造了太康之治的皇帝，曾经誓要做过明君的皇帝，晚年的他却近乎昏君，彻底葬送了来之不易的统一和安定，真是让人唏嘘不已。